我想政坛上有非常多的连胜文们，那这件事情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不是吗？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媒体朋友，还有我们白色力量的好朋友，今天都到现场用行动来支持思雨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大的自信心，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光荣感。那当然我在地方看见不凡，所以我决定要在国会让白色力量发光。很多时候台湾虽然不大，但是我们常常因为贴上了颜色的标签撕裂了你我。那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是怎么样可以在除了看蓝绿除了看政党之外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人物更实质的作为，我们也可以看见更实质更真实的政治人物。所以呢，我们决定在这一次的国会立委补选上不缺席，让白色力量在国会上发光。怎么看黄国昌在脸书说何志伟参选是派系还有政党那个政治回来了？我想政坛上有非常多的连胜文们，那这件事情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在暗讽他是连胜文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说这件事情不是大家都是知道的吗？